金太会省，理财专家大赞有前途。看大家就是去打卡，所以我在哪一间麻辣锅店，我就拿 APP， 他说外带锅底给我，光说那个锅底里面还有一些捞剩下大肠啊，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。对，阿纪跟你保证，二十年后你就坐这里，好不好？你就是理财专家。理财专家。看完华金岁月之后，请继续收看《真心吴亚博》。以上节目由鲜一杯国宝茶冠名赞助播出。